欢迎观看 M51 教学视频，本期视频将为您详细介绍 M51 各个接口的作用、快速使用的方法以及相关注意事项，方便您快速熟悉 M51 的基本功能。打开 M51 外箱，依次取出产品及配件、合格证、 M1 天空端、官网二维码、M1 地面端、天空端天线、配件盒、天线馈线、HDMI 线、其他线材。首先为您介绍产品接口 HDMI 视频接口，用于连接信号源及显示器。电源数传接口一，用于 M1 供电及传输数据；数传接口二，用于传输数据。SBUS 接口，您可通过 SBUS 接口拓展遥控器距离。CVBS 视频输入接口，用于连接模拟相机。以太网口，用于 M1 与外接设备进行网络通信。USB 3.0 接口，用于录制本地视频。下面我们将介绍如何使用。在飞机上安装发射机，将 MMCX 转 SMA 的射频馈线安装到天空端的天线端口，理顺馈线并安装天空端天线，使用7拼线连接电源，用 HDMI 线或网线将天空端与相机连接，将玻璃钢天线安装至吸盘，在地面端连接吸盘，并使用 HDMI 线连接显示器。连接确认无误，为设备上电，设备支持9到28伏宽电压。当电源指示灯亮，表明设备开始工作，上电约15秒，天空端与地面端建链指示灯常亮，表明无线链路成功建立。当三个无线信号强度指示灯常亮，表示信号强度强，通信效果好。再过15秒，显示器出现实时视频。感谢您的观看。